就他那脾气，让他知道这事儿会变得更加复杂。你们俩的事儿，两口子自己解决吧。你不是正好可以借我这件事儿转移一下你妈对你的注意力吗？别这么说，我还不至于。 接下来怎么着啊？嘿，你来了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嗨，没事儿，昨天大六哥还带我去吃宵夜了。 然后还把我送回去了，特别好。特别好，这事有什么好的？嗯，啊，这儿，您帮我把这钱还给大六哥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事因我而起，怎么还让你拿钱呢？再说了，这金牌之所以不是什么好事，以后别在公司说了啊！赶紧收起来。哎，那怎么行？不行，必须把它。行了，钱收起来，给我，以后就不能再提这事了。 哎，我有电话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收拾收拾收拾，喂，哎，妈，妈，妈给你寄的东西收到没有啊？哎，收到了，我就忘了跟您说一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药你一定要让小爱吃啊。隔壁那个孙大爷的媳妇儿，就是吃了这药生的，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我们身体好着呢，妈，您别没事老鸡药行不行啊？ 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次结婚这么多年怎么没生孩子啊？还不是怪他没生孩子，你看妈这不还买药替你们想办法呢吗？是吧？不是，妈，我们是没做好准备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行不行？不是生个孩子你要准备什么呀？啊，等你准备好，妈都入土了。不是笑我，那不是里外的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吗？ 那不正好生孩子吗？现在生孩子多贵呀！行行行行，你别跟我说了，这么找借口。你们要是缺钱呢，妈可以出一点，但是数不多啊。生孩子的钱，妈还是能拿得出来的。妈，您就别操心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先得保证，您放心啊，我肯定让刘外把孩子给留住，行不行？留住？你们有了。 喂，喂，妈，那个信号不好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喂，我没听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说。喂，妈，刘爱想干什么啊？喂喂喂喂，哎哎，这公司信号这么差，这孩子，他要离婚，他要给他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小点声。 他劈腿了，他有理了是吗？不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是不跟他离婚的话，还得摊上一个藏海母子的罪名啊！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呀！我找他去。哎，你千万别去，我已经找过他了，你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高大上。 你是不是自己还藏着什么高招没使啊？我是真有什么高招，就不会在这儿窝着了。我已经认真想过了，我死乞白赖的是能把他留下来，但是他们俩已经有孩子了，我总不可能跟他说不让他见孩子吧？那我的下半辈子呢，就跟这三个人没完没了的纠缠在一起。 有什么意义啊？觉得你都不像你了。我认了，我这婚姻啊，算是彻底失败了。我也在反省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？我想换个样子，重新开始吧。别呀！ 哎，你可是我的人生榜样，你要是都变了，
我怎么办呀？你千万别学我，你都有孩子了，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，踏踏实实跟阳光过日子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把孩子怎么了？啊，说呀。我在医院做了预约。为什么呀，刘爱？因为我觉得我想再等等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儿。你像我这样啊，该生孩子的时候不生，等你想要的时候那就晚了。孩子不是你想要就有的，赚钱也好，做事业也好，那都是无止境的。我们这些女人啊，天天为了自己的事业拼死拼活的，可是到头来呢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在老板眼里那就是个打工的，说把你换了就换了，任何人都能听。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刘爱吗？哦，对，你哪位？啊，你好，我是科技城医院妇产科的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有一个孕妇的流产手术取消了。现在有一个空档，你看你可以过来吗？这么巧啊！是，之前您登记的时候是希望能提前手术。嗯，什么时间呢？下午3点。行，好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听说小爱最近辞职了？你说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他不让我说。啊，他不让你说，你就不说呀？老婆这是自己疼的呀。哎，你说这刘爱嫁给你这么些年也不容易。哎呀，这20万呢，是我和你爸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攒下来的养老钱。妈，真不用，我们有。有也架不住你们这么大手大脚的花呀。你看刘爱现在辞职了，那万一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工作，是吧？你生活不能过得紧紧巴巴的。所以啊，我想着还是把这20万给你们。你说这手里头有点积蓄了，心里会踏实一些哈。那谢谢妈。行了行了，自己家人谢什么呀？那我先挂了啊。小王，走，开会去。员工，员工，啊，开会了。哦。
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打个电话急成这样？怎么不接电话？哎呀，我小姑刚刚说刘安要去医院把孩子打掉。嗨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就这事儿啊？那人家自己的孩子自己做的决定，你们急都没用啊。接电话，对姐，我给我姐打电话。姐，不是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，姐，你怎么能现在关机呢？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注定你个头啊！啊，对，给我姐发信息。哎呀，姐夫，我姐要去医院打胎，人命关天啊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还好没事。小朋友，你摔坏了没有？啊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阿姨也跟你说对不起。阿姨把你吓着了吧？没事。再见，阿姨。子玉，再见。出租车，来坐。不是，我开会呢，你为什么不打我公司电话呀？他几点来的呀？两点，那来不及了。坏了！真的没有？没有？叫刘爱，您再仔细找找。他今天是来登记来着，但是他没上手术台啊。没上手术台？可是他来了呀。现在很多孕妇啊，他临上手术台还改主意呢，也许是他想通了。想通了？想通了，他也不接我电话，为什么呀？这是您太太，我哪知道？这是到家门口不上楼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公，
怎么了，老婆？我今天开车，差点撞到一个小女孩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呢？嗯，你们家孩子在那儿呢。哦，您给看看是男孩女孩。现在还只是个孕囊，看不出来。男孩女孩都好啊。可见胚芽，可见原始心管搏动。把声音接出来。好嘞。老公，听见没有？这就是你们家宝宝心跳的声音，比咱们大人要快。孩子很健康。这有点意思啊！你看这孩子，这要戴到我女儿头上，这简直就是公主范儿啊！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肯定生女儿啊？因为我想要女儿啊！你不知道吗？这女儿是爸爸上辈子小情人，我现在感觉我这小情人马上就要来找我来了。真生女儿就好了啊！到时候我们娘俩一块儿欺负。随便你们俩怎么欺负我，我只负责保护你们俩。嗯嗯。哎，就是他，这就是咱闺女的床，挺好看的啊。嗯，可以，买吧。买，买，不错。咱让咱女儿一定用上最好的。那可不嘛，哎，而且你感觉没有，这个木料质地应该不错，而且还有淡淡的香气，嗯，这个适合，也配得上咱家孩子。哎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贵重物品请勿触摸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。哦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多少钱？你好，这个现在是我们的会员价，15800。15800啊？还行，还行啊。嗯、但是老公，我想哈，嗯，咱们万一要是生了个儿子，你这纱也太娘了吧？这不行。对。对
女孩合适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纱的话颜色是可以换的，有白色。如果说是个小王子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用蓝色。哇，对，是，真好。但是其实刚才我是闻差了，因为我是以为是木香味，但是有可能是油漆还没干呢。对，这不太适合孩子睡觉，辣眼睛有点。再好的木头，它不管多久，它都会有一点味道的，只要拿回家稍微晾一晾就可以了。来不及晾，对，那对啊，来不及晾了，不行，等不起。嗯。哎，老婆，嗯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还有一个报告需要我去整理一下，我要不先把你送上车，我回趟公司。那你还折腾什么呀？直接回公司吧。那你一个人能行啊？多大了，有什么不行的呀？走吧。真的？快走吧。啊，走了啊。啊，好好，小心点啊。嗯。喂，喂，艾姐，小丽，你是不是去什么公司面试了呀？你怎么知道啊？那公司来背调了。你知道咱们老板那个人不会说你什么好话的。我估计你面试要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女士，请问您找谁啊？还是找你们老板，贾正经。我们老板叫贾大正。正吗？我觉得他挺歪的。那怎么称呼您？刘爱。好的，您稍等，我去打一个电话。好的，贾总，我知道了。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贾总今天不在，故意躲着我是吧？艾姐，你来了，我们去喝杯水吧。喝什么水？打仗呢。哎，要喝要喝，走，走那边。我来呢是想问问你们老板，为什么造我的谣？说我偷懒，业务不精，还在外面接私活。那销售冠军这个称号谁给我的？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艾姐，你先坐，来喝杯水。哎呀，我真是后悔啊！上回那杯茶，哎，我应该直接泼到他脸上。你看看这会啊！我就说公司不能卫生死角吗？哟，哟，小刘来了，您在呢？啊，有事儿啊？我来呢是想问问，谁在外面造我的谣啊？说我业务不精、偷懒，还接私活。我刘爱脾气是不好，但是在工作上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不能。那谁都不敢，这有敢说的，我肯定就在你面前得质问他。没别人，就是你，假正经。原来闹事儿的我就没工夫陪你。你把话给我说，你是，艾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流血了？啊！我咋着了？我咋着了？快！怎么了？这是？那就是扶到沙发上去！快！我人都到了，怎么还没有来接？什么？车坏了？行吧，我自己有软件叫车回去吧。
喂，妈，我已经从机场出来了。嗯，我想吃什么呀？嗯，我想想，我想吃红。还有这么久？不是吧，这么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妈，那个我开车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，你随便坐吧，随便坐啊。哟，这么大的老板没专车接送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你说你一姑娘家老跟踪我干嘛？害怕你还上我车啊？这么多人你让我坐大巴？是啊，这邹家大公子受得了什么委屈啊？行了，今天你就好人做到底吧，把我送回家。我这可是收费的啊。空姐兼职黑车司机？回程300起。够黑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气呼呼的？嗯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放首歌听听，然后你放松放松。这个服务不收费，还可以保证音效。你喜欢这首歌？对啊，我喜欢，性感，凄凉。这首歌很少有人知道，而且像你这种年轻女孩，怎么会喜欢这首歌？你知道这电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吗？情欲之源，乃是罪恶之源。我最喜欢这首歌了，多听听，不浮躁啊。想不到你还挺有文化的。下车吧。哎，我说邹总，你不识好歹是不是？改天请你吃个饭，算扯平了。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空。
是在几点啊就要下班，像话吗？我老婆都怀孕了，不舒服。不舒服你就要回家陪着，你干脆辞职得了。我这不是跟您请个假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什么处境啊？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剩下不到20天，咱能着点急吗？我知道你还揪着凯旋那 case 不放，还进了局子，觉得自己特伟大特拼命，是不是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然说你傻呢，你这点心思谁看不出来啊？你还真以为你发现凯旋内部的腐败问题通给他们老板，你就能抢到这单了？阳光，不仅凯旋不见得能把这单给你，以后你在建筑业估计也接不着生意了。你想想啊，哪个老板想跟你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呀？啊，不出阴阳图也就算了，你还跑去爬小报告。哎，这名声回头要传出去，赵总也怕惹祸上身，到时候他也不能那么拧。照你这意思，就这么算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哎，你们这些当设计师的都太理想主义了。算了，把凯旋这事给忘了，接新的生意。这条路走不通，你要硬着头皮上，到时候撞了南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是你把我去凯旋地产的事跟赵总说的，是吗？小齐同志，你有没有点职业操守？我本以为你是战友，没想到是个内奸。什么内奸？说这么难听。我还不是怕你吃亏。还怕我吃亏？说的好听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就跟这个 case 过不去啊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我说你不会是赵总的亲戚啊？这脑子里想的都一样。哎，你摸摸这儿，你给我摸摸这儿。你要干嘛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自己摸摸良心。反正我是有职业操守的人，就算给我再多的钱，我也干不出这没有良心的事儿。姐，你醒了？好点了吗？还有哪儿不舒服呀？没事。哎，刚才吓死我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你刚怀孕，本来胎儿就不稳，然后刚才又生了这么大的气，所以我没有了。
喂，姐夫。哎，关碧，我刚回家，那刘爱没在，在你那儿吗？姐，他跟我在一起呢。你别担心啊。哦，他那个手机刚才没电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姐夫，我还跟你说，姐好久都没陪我聊天了。他今天晚上住我这儿了。哦，好好。那什么，那个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句话。姐，他刚去洗手间了。哦，嗨。那行吧，回头再说啊。哎呦，姐夫，你还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你能不能别老这样？这老夫老妻了，还老在我面前撒狗粮，你知道好吗？不是，不是担心他吗？哎，行了，你放心吧，这可是我亲姐，我舍得让我姐累着呀。行了，先这样吧啊。挂了啊。好好好。姐，你还没告诉姐夫呢。现在是你最脆弱的时候，最需要他在你身边关心的时候。你干嘛要这么难为自己呢？我不是不想告诉他，我是没想好怎么说。你是不是因为之前一直跟姐夫说你不想要孩子，怕这次孩子没了，姐夫以为你是故意的？姐，明明，嗯，这事儿先别告诉家里人。是我妈，姐，我跟你发誓，这次我告密，我一定不大嘴巴，你放心吧。姐，别这样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什么委屈都自己担着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打不倒的刘爱，你是最坚强的。不哭，我在呢，姐，我在你身边呢。小心啊！来，放这儿吧。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太靠谱了。满意吗？满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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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意！你还等什么呢？给朕跪下谢恩吗？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给你跪下，没关系，攒着下次吧。哎，好，哎呀，真好，有你这样的兄弟就是好。你说你这中国好老公，我就差给你搬一脚了。哎，你要是把对刘爱一半的心思拿出来对我这兄弟，我都满足了。别跟我扯啊，等你娶媳妇了，你肯定比我还过呢。